女星杨丞琳出道23年，2023年重启 Like a Star 世界巡回演唱会。六月结束两场台北小巨蛋的演出后，中国场次也在近日陆续展开。杨丞琳2007年发行的歌曲《任意门》是她第一首唱跳的舞曲，不仅呈现她古灵精怪、调皮捣蛋的风格，水母头造型更在当时掀起风潮。对此，杨丞琳表示，《任意门》可塑性很强，无论是摇滚或是歌曲的改编，都能带动演唱会气氛，因此是巡演中很重要的歌曲。7日是该曲届满16年的日子，杨丞琳也在社群贴出歌曲改编后的练习影片作为庆祝。在近4分钟的练习片段中，只见她又唱又跳，展现唱跳歌手的专业架势，让不少粉丝看完后大赞还是好爱，永远的经典，真唱诶好梦，好想再看一次现场。明明都甜的水果，身体居然麻烦，自然不自然。